你好，欢迎收看9月9号大花莲地方新闻，我是卢宇慧。中秋节团圆不能少了柚子，花莲县政府特别启动了文旦柚系列行销展售活动。9号县长徐正伟亲自前往台北希望广场举行了2023花莲文旦记者会，为花莲文旦柚助攻贩售，也邀请到主厨示范柚香料理，向全台湾民众来推广风味酸甜而且有多层次口感的花莲优质文旦柚。挺过卡努、杜苏芮和海葵台风，酸香甘甜 Q 的花莲文旦柚，在花莲好山好水的自然筛选之下，白露将至，迎接中秋节。9号，花莲县政府为了推广花莲文旦柚，在台北市希望广场举办2023花莲文旦记者会。报告县长徐正伟、农粮署东区分署分署长许辉飞、瑞穗乡农会总干事黄胜煌等人，都前来助攻销售具有黄金比例的花莲文旦柚。随后，县长也邀请男主厨运用文旦柚制作柚香炙烧蜂蜜珠以及柚香沙拉。其实我们昨天才是白露，白露前采的柚子是最好的。柚子要怎么吃？柚子，我们花莲的柚子啊，在这几年我们跟这个我们的日本原装进口的我们糖色检测仪，直接用点烙电的哈，所以每一颗柚子都有10到14度的甜度。我们的黄胜煌理事长就在这，黄胜煌总干事就在这里了哈，他就知道。那我们县农会的理事长，我们常务监事有来，吕丽君常务监事来，他是来监工的哈，看我们的这个官总今天卖的怎么样，所以大家看到好不好？但是康丢康子奇，但是买物件吃东西，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，所以带回去好东西就值得推荐给你的好朋友，绝对不会都让大家漏气，绝对是品质保证。在花莲好山好水以及早出晚归农友的努力之下，造就了平均13.5度以上的老山文旦，并包住了0.3%以及0.4%的黄金微酸感，层次丰富，让花莲文旦柚成为中秋佳节最好的送礼选择。广场也设计许多花莲在地小农的摊位，展示多项文旦柚加工品，展现花莲文旦柚多元性。欢迎民众网络下单或是电话订购，还能够参加柚奖，获得柚见花莲柚子加工组等多项好礼。期盼让更多民众感受花莲文旦柚的魅力，认识更多花莲特色以及柚子的农产品。记者蒋邦彦台北市报道。